加点太脆，稍微硬一点可能好一点。加点太脆，稍微硬一点可能好一点。稍微软就是边上筋稍微软一点。刚开始你切我的时候特别，所以说要看你切的话，上面都三十几块，哎呦你，你这个，你先把它讲到我这儿。 用回来的话就没那么粘了，就直接可以拿下来了。直接就拿下来了，很好拿。它这个没有规律的，挠这边就挠这边，挠那边就挠那边。好嘞好嘞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不要，它这筋挠就挠了，没办法。